们今天是央视的新加坡大集会，这是你的银行帅哥又回来了。待会儿还有我们的师姐，原来央视四票的美女主播。走，你吃饭吧。小娃娃在这儿狂睡，走吧。这家餐厅叫四川饭店，但是 Harry 小哥哥跟我们说，这是一日本人开的。哦，新三，我还在想新三 Hunter。陈 Cantaro 他是那个一半日本人吧？对，他是混血、啊、估计是他姓陈嘛。对对，走，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央视四套美丽的师姐。终于在新加坡见到了他，终于见上了新加坡国立电视台 Channel News Asia 当家女主，可别这么说，哎呦，先不好意思。然后还是精英宝妈，来来来，哇，这个餐厅好可爱，它就跟它这一点儿。我两边都有，我好喜欢这个餐厅耶、哎、一看就是主播，音质优美，逻辑清晰，口齿清楚，这是上那个 Tracy 的那个 video 的标准，必须得这样，不然跟不上他的语流和思维。我对上 video 的人从颜值到智商再到谈吐都有要求。你看他的名字，你一看就知道四川 hunting， 他就是有点日本名字的那种感觉。我刚才找了，我说这叫四川饭店，饭店，我说这英文名字，我看怎么是叫西三 hunting， 有点像那个日本。对，他这名字特别逗，你一说四川饭店哈，听起来像我们来的四川菜这种感觉哈。这个 ambiance 特别挺好。对，他们那个2014年过来以后，以前上面是一个印尼式的那种餐厅，东南亚口味的，后来他们给改了，改了以后。我是一次无意间来了，然后发现到，然后太好吃了啊！然后我们就一直吃，一直吃。突然到2015年，他就被评米其林二星了。评上二星以后就特别难订，你每一次你只要订的时候就总满的啊，还有好多游客来打卡什么的。现在就什么都难订，大家都走不了，什么都难订，不但是餐厅，4月、5月就是演唱会、干什么书展，什么都难订，都憋疯了。因为几百万人都聚在这里，走不去。是是，哎，看着很真的很健康哎，这个日本菜，这个是金沙鱼皮，这个是很有就是东南亚特色的东西啊。他们蛋黄的那种，我老公可爱吃这个。这是伦敦烧鸭，对，哎，有一点点辣味儿，挺好。我们的重庆的辣子，干烧明虾，这是用螃做螃蟹的方法做虾仁。重庆呀。我在央视四套师姐的这个工作室，我们来试一试她的衣服，然后一起去吃饭。小娃娃也跟着来了，走吧。到了，师姐，哇，好凉快啊！哎，师傅你好。哇，还有首饰哎。阿姨呢？阿姨。还是阿姨吗？爸爸。还记得吗？爸爸。嗯。是阿姨吗？哦。是小眼都肿了。又笑了。谢谢了，每次看就喜欢阿姨，对，哇，比如说这种优雅型就很适合你的那种美人鱼式的身形，而且我觉得还有点少数民族的风格。上正面它是一个直线领，反面它就是个波浪。这个裙子呢，你看着窄，但实际上如果你是个中号的人，你都能穿上，因为我斜裁的。鞋材的布，它弹力空间很大。我觉得这个在坡线穿好合适，因为好这是真丝的，特别特别凉快。我给阿姨还做了，对对，我给阿姨还做了另外一件。她就喜欢这种款式的衣服。不是，我有那个工厂在国内，这儿也有版师，我来设计，我来出图。对的，我来设计的。这个系列我试试，三个款式，还有这种长的，这是哎，这个也好看的。长的呢，就属于你这种。腿细的人穿一个 legging， 上面直接穿就可以了，搭一个腰带，就是很好看。这肯定你好舒服，巨舒服。它就感觉像一个连衣裙一样。我就给你做了露肩哈，对，因为你我特别喜欢露肩的东西，非常好看的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小胖的正。太舒服了，这个
他要回头我拍一件庆绒，真重磅真丝质量太好了。国内会分这个什么重磅真丝多少多少毫米这样的啊。其实在意大利在国外他没有这么分的，他其实这个他一个是从织艺上分，一个是从工艺上分。你穿的这个叫纱洗真丝，有的真丝亮亮一层，但这个呢是上面好像打磨了一层，捂一下，就是织完了以后还会用工艺上的那种沙子沙包进去打磨一下，就把表面的很亮的那层给打掉。我在看这个衣服，它像连衣裙，但是你也能拆开穿。我觉得这个裙子上面配一个就不用别的，就白 T 特别干净 的，然后头发一梳就很青春了。然后这件上衣配牛仔的短裤和裤子都可以。我觉得这种垂的真丝显瘦，就是为什么姥姥喜欢真丝的原因，垂下来显瘦，布料一垂整个你的身长比会被拉，就被拉长。多少斤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生孩子之前瘦，我生孩子之前90多斤。哇，一你有现在接近一七，接近168、169，嗯，感觉是太瘦了。哎，好好看的，再给我拍一个这个。主持个节目什么的非常合适。新加坡的一个艺人跟我们买了这个，是吧？经常穿，真挺好看的，还有点东南亚风。东南亚风，就是你一看这个就觉得是东南亚风。出来。我觉得亚洲女性身材容易出现的缺陷，然后放大优势，放大修长。比较纤细这个优势，然后把比如说腰胯比不明显啊什么，或者说那就是胸腰比的这个不明显这种比例的缺点全都掩盖了。给你们看一看什么叫换个颜色白一号，看我的脸色啊，这个立刻白一号，立刻增亮，这个好显白啊，对对对，好立刻增亮了，搭上也是有立刻风格不一样。哎，真的很好，立刻复古了，哎，有点 Audrey Hepburn 的感觉。我这件衣服立刻变身了，外面加了一个纱围，这个纱围就可以解下来，配什么裙子都可以穿。